学佛，不能不放下了。我们之所以说困难，就是不容易放下，不肯放下。头一个什么？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念头一个想自己，你是糟不糟糕？啊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真正想成就的人，常常想到世尊，常常想到慧能大师。啊，近代的常常想到印光大师，他们实现了，他们实现放下了。我们天天修忏悔，忏悔什么？忏悔就是放下。啊，为什么天天忏悔？没有真放下。啊，每天放下一点，千分之一，万分之一，这不行啊！啊，放下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也不行。啊，你那一念就还是六道凡夫啊！你不究竟吗？你不彻底吗？也就是你没有真放下吗？啊，那要怎样真放下？没有丝毫为自己的念头，真放下。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，虽为一切众生呢，记住一定是三轮体空，这是真放下了。三轮不空没放下啊。为什么三轮体空？三轮体空就与性德完全相应了啊，也就是大乘经里常常教给我们的，像《金刚经》，大家常念。一切有为法，我常说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啊。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后头的偈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是佛教给我们的啊。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，摄报图里面的化身大士跟如来一样应化的事情，那是他们的境界，他们丝毫没有一点之处啊，真的是无我啊。金刚经前半部讲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行一切法，度化众生，做种种事情啊。后半部不但是这个相啊，非常放下了，念头都没有了啊，无我见、无人见、无众生见、无寿者见，入境界了。一切放下之后啊，一切才能提得起。啊，提起是什么呢？
还原观上讲的四德，这些随缘妙用啊，威仪有责，给众生做好样子啊。如何制止待众生苦，这个合起来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那什么？那就是三轮体空。坐不坐？真坐。坐了没？坐了没有？没坐。啊，怎么没坐呢？没有一样是为自己坐的，这当中无我，那就是佛菩萨。当中有我，记住六道凡夫。你做种种在佛法里做种种佛法啊，将来在六道里头人天福报出不去啊。啊，真学佛没有别的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善恶有标准啊，都是用的世间法，弟子规世间法，感应篇十善业道世间法。什么叫世间法？起心动念就世间法，不起心不动念出世间了。为什么呢？不起心不动念就不再是法界了啊，这个我们这些年来啊，在华严大乘经里面讲了很多很多，都耳熟了啊。你看不执着就出六道轮回，我们要记住啊，我们还有执着，换句话说轮回这个关没出去啊。啊，不分别，不起心动念，才出世法界。啊，所以我们要细心想一想，我们连出轮回这本事都没有啊！啊，佛所讲的，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。啊，佛把这些理跟事讲这么透彻，讲这么清楚，啊，是什么？你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欢欢喜喜放下，再不沾边了。啊，我这放下还能活得下去吗？嗯，活得比哪个都自在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切放下了，他也没饿死，也没冻死。啊，他活得多自在，他活得多快乐。啊，那我们这世间人学了佛，为什么不敢放下？一想到那释迦牟尼佛了，那是济公，他是阿罗汉的，我们不行了，我们放下肯定饿死冻死，所以永远不敢放下，那就麻烦了。啊，这个是学佛最大的一个难关啊，头一个瓶颈非常不容易突破啊，这个瓶颈突破之后就一帆风顺了啊。头一关难呐、啊，真难呐、啊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，有没有？有，心地清净，边都不沾。啊，但是这四上呢，四上可以和光同尘。啊，心地呢，心地是清净，确实，边都不沾。
啊，为什么？知道所有现象念头累积的，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。不但是像科学家讲的说意念累积的，佛法告诉你意念都没有啊。意念是什么？意念是无明。啊，你才能真的把真心找到了啊，这佛法也叫真如，你才把能把这个东西找到啊。啊，这是真的。宇宙之间万事万物的根源，能生能现能变，把这个找到了，这就叫成佛了。啊，所以最难最难的就是放下。啊，所以我劝同学，那是引导，引导你到佛门，没进去，在门口。啊，我劝大家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，放下贪嗔痴慢。到哪里？到佛的门口，没进去。啊，进去呢，那要依佛的条件。放下见思烦恼，放下尘沙烦恼，放下无明烦恼。啊，放下见思，就是放下六道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四圣法界现前了。放下分别。四圣法界里面，你到了最高层，佛法界。啊，再放下起心动念，那叫根本无明。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进入十宝图。十法界没有了啊！十宝图我们一般也称它做一真法界啊，那个里面有现象，但是没有变化，因为它是完全呈现啊，心现，因为它没有实，所以它没有变化啊，所以人真叫长生不老，它不起变化吗？不会老化吗？哎，它也不会生病，它也不需要饮食啊，化身的啊，树木花草完全是常青啊，不会像春生秋长，没有这个现象。啊，所以那是个一真法界啊，跟十法界里的状况完全不相同啊，人人都是无量寿啊，真的人人都是个个都是十八岁啊，永远不会衰老啊，这是十宝庄严图啊。